你还好吗？孩子们都想你了，我也想他们。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希望我回来吗？孩子们都希望你回来。我问的是你，洪震，我向你道歉了，行不行？你有错，我也有错。 我们扯平了，行不行？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，难道你不考虑孩子们的感受吗？小南可以天天见到他爸爸，亚楠呢，若楠呢？难道他们不是你的女儿吗？你老是不回来，我怎么跟他们说？我可以骗一次，可以骗两次，我可以继续骗下去吗？他们天天问我。 这个话没叫得好好的，怎么不叫了？我把它放走了。你真的放掉了？是啊，就算它叫得再好听，它也只是在笼子里。我这么大一个软玉温香的安乐窝，都留不住一个人的心，我怎么忍心让那么小的笼子关一只鸟呢？ 曹孟德对关英长那么厚爱，赐袍赠马都留不住他的心，到头来，还不是只能让他走？我是一个守信的人，我会干满一年零两个月的。我们俩之间的恩恩怨怨都逃不出一个情字。我帮你是因为情，我害你也是因为情。为了这个情字，你把我害苦。 我也把你害惨了。我在想，我们还不如就此两清吧。反正你的心在我这里留不住了，我再强求你又有何用呢？还不如痛痛快快把你放走。男人嘛，应该在天地间做一番大事业。公正，你回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你真的想好了，你不会变卦吧？主意已定。每周六晚21点，共庆世博华人群星嘉年华，华人大综艺 We Are Family。 我不喜欢这双手，黄黄的，干干的。龙力奇美手霜，蓝鲸再生因子，嫩白。 肤谁都喜欢龙力奇的手，龙力奇嫩白华肤美手霜。我好开心，因为有它，轻松卸妆，深层洁净，没负担。DHC 深层卸妆油，美丽从卸妆开始。80082088020 THC。 一个普通的中学生，一个失去双臂的青年，有实力让全世界尖叫吗？ 这个舞台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。无论你是谁，只要你是实力派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自己。要么赶紧死，要么精彩的活着。海飞丝就给你一个舞台，让全世界为你的实力喝彩。海飞丝中国达人秀。
天窝蜂蜜柚子茶欢聚时光华人大综艺，极致精彩一次呈现，华人巨星披挂上阵，尽显极致魅力。原创综艺真材实料，见证极致才艺。明星故事娓娓道来，流露极致真情。模仿达人致敬经典，演绎极致娱乐。9月25日周六晚9点，锁定东方卫视《欢聚世博华人大综艺》，让你一次看过瘾。华人大综艺由天窝蜂蜜柚子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发卷自然，柔韧有弹性。都市，我的发型 T 台秀。美涛弹力素，要多行有多行。美涛专业美发大师。什么洗发水让91%的中国女性认同秀发绽放光芒？是新生力士，水润光芒直至发梢最后一厘米，至臻升级力士新生。孩子们呢？妞妞去拍电影了，亚楠、若楠上学去了。啊。雨洁，日子还是要过的，生意也是要做的，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？才刚回来，就急着要做事了。你打算再干点什么？韩月明有个朋友，因为生病无力经营他的车行，他那儿有十几辆新车。我想，如果我能接过来开一家车行。什么？十几辆新车的，那一下子需要很多钱呢。现在家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知道现在家里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了。不过，过两天我哥哥就到上海来公干了，我去找他，想想办法吧。向我拿钱，我拿不出来，我就是拿得出来，我也不放心借给他。但是，我可以给你指条路。他说啊，你可以到同光富的银行去请求贷款。哼，我是不认识同光富啊，还是不知道上海商业银行怎么走？啊，这叫什么路啊？要不是光复把自己的房子做抵押，我现在还在监牢里呢。行了，这事你也别操心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不到话没叫，有点不习惯。你回来总不是为了来感慨这个空鸟笼子吧？你厉害。你说，你需要多少钱？十几辆车子，半年还。今天是大上海公正出租汽车公司开张的日子。公正出租汽车公司是为了上海商业繁荣服务的，是为上海市民大众服务的。
公司宗旨只有两条：第一，热情待客，客人。